今天呢，咱说一道这个比较传统的这个鲁菜，小白菜烩松肉，也叫烩松肉，它是咱鲁菜店里比较常见的一道菜。这个烩松肉呢，它属于这个鲁菜烩菜技法当中的红烩。好、哦，那学会这个红烩，那就可以做很多菜了。嗯，那咱们接下来边做边说了。好，主料五花肉。小白菜、木耳、笋，关于笋呢，没有你可以不吃、嗯、啊。如果有茭白，你可以拍点茭白。嗯。啊，没有你也可以不吃。只要有小白菜，有这个木耳就可以。再就是葱姜、嗯。这个烩松肉呢，首先呢，咱把五花肉给它改改刀，就切呢四公分呢这么长，一公分半宽。厚的下呢，大约在半公分就可以。这个白菜呢，咱把它切一下，就切一寸这么长就行哈。这个白菜叶呢，改两刀，白菜叶呢，咱可以让它切的长一点。再切点笋片儿。对。配点木耳，咱把这肉呢先腌一腌，嗯，啊，咱先给它加上点葱姜丝儿，然后呢给它加一点这个五香粉，加一勺，一勺五香粉，稍微的加一点糖哈，一点糖就行，加点盐，加上点酱油。加点料酒，然后再用手抓抓就行。抓到什么程度呢，老师？抓这个，让抓的让酱油啊、这料酒啊这些汁儿都吃了肉就行。哦，哦，好，看到了。嗯，这个炸松肉这个糊呢，嗯，它是一个脆炸糊。玉米淀粉吗，老师？玉米淀粉就可以哈。嗯，这个面粉呢是这个淀粉的三分之一哈。好嘞。三分之一。小苏打加多少呢？一般情况下就500克生粉，就500克粉，就淀粉、面粉，加4克就差不多。哦，这些最多1克啊，多点，少加点儿。这个鸡蛋加多少呢？加一个鸡蛋的三分之一就行，这一份哈。嗯，也不要加多了。全蛋液。全蛋。咱为了使这个糊更加酥脆呢，咱加一点食用油。嗯。这一份呢，加也就是不到十克油吧，啊，少加点儿去，加水，这个时候咱哈，水呢也得第一次加一定少加，再加的时候你就得摸着就得，啊，一点点加，一点点加，不要很稀了哈，能够流动，但是呢，那个流动的速度呢，也不能太快，也不能太慢，对，它能流起来就行。这个油呢，已经到了这个50%油温了，到。咱就开始准备下锅哈，150度。哎，得改个小火。哎，你么呢？嗯，要为什么要改小火呢，大哥？嗯，啊，就是要不然先下的都熟了，后下的还太嫩了。对对对。好，看样子这个还得复炸。对，分两次下锅。对。那我们出炸的时候，就是让它炸几成熟呢，老师？这得再复炸到全熟。哦。那一开始炸就让它炸定定型，听听声。对。哦。再把这倒上。这个炸松肉，这个东西呀，嗯，一定不要火太急了，啊，不要火急，因为里头有酱油。如果你炸得很急了以后，它颜色够了，里头不熟。这个炸松肉呢，一定要炸到什么程度呢？嗯，炸到里头这个肥肉得接近于要化了才行。特别酥脆，看到啊，听到蹭蹭的。哎，
可以弄一块儿咱看一看。好，看看火候，看看这肉是不是香？你看，哦，透亮了。哎，对的，这就行了啊。下步呢，咱把这个配料把它烫一下啊。木耳和笋片先下。对。小白菜。咱这烫菜呢，咱不能烫过了啊。断绳就行哈。咱锅里稍微的舀上一点低油哈，舀上一点油，不要加多少油。下去葱姜，爆爆锅。可以再放点蒜片儿进去。哎。好，爆香以后呢，咱加一点面酱。备酱的时候一定要小火哈，备出酱香味儿来。这酱都备散了就行了，然后加酱油，加入高汤哈，这个菜这个汤呢，基本上呢这个菜是半汤半菜。一也就是说一半汤一半菜啊。这时候呢可以给它调一下口哈，再加点盐。咸口不大够哈。好，少加点儿行。这时候咱把白菜下去，先下白菜，下下白菜，然后卤卤味儿。好，火调的小一点，准备勾芡。对，这个芡呢，不能太浓了，就是一个米汤芡，就像那小米粥、大米粥那个汤一样啊。勾芡一般情况下，咱都用生粉，没有生粉也地瓜淀粉、土豆淀粉都可以。好嘞。实在不行玉米也行，你看那个芡呢。有一点稠，点，但是呢，不能黏糊了。不能太黏了，这样就行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咱是不计较的，咱可以少加一点味精，少加一点哈，微不足道的这一点哈，给它提提鲜。提的稍微的提一点鲜哈。这时候呢，咱下入咱炸好的松肉啊。出锅的时候一定要淋一点花椒油哈。下入松肉，接着就可以出锅。对。不要让它回去时间长了，是吧？这时候呢，撒一点蒜末。如果有青蒜的时候呢，咱可以撒青蒜哈。这个菜呢，色泽呢，浅红。吃起来呢，你入口呢就是香，一个是酱香，一个是那个炸松肉的那个肉香，再就是它的质感呢，它比较滑，吃起来入口啊它比较滑，但是呢它还带着一个脆头，这个肉就炸的肉还带着一个脆头，特别特别爽口，这也是一道咱老百姓比较家常的一道传统鲁菜。老菜老味道了啊。嗯，那做这个菜注意事项是哪些呢，老师？一个是腌的时候要一定要味道往上足，再就是炸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油温啊，注意油温，油温不要过高，再就是什么呢，这个糊不要太厚，但是很薄的油饼很薄它活不过来。好嘞。谢谢大家收看。那咱们下一个菜的话做什么呢，老师？下一个菜呢，咱还是做这个烩的技法里头的白烩，咱有了红烩的，咱做一个白烩菜。下个菜呢就是烩三丁，也比较容易做，希望大家能够关注，及时收看。